耶，水是上吊你那是娘啊，你快点哦，好你发现我哥好像为了生病拖着一个人上到境界，父王我有一说，希望父王做主，出为多数奉下内面跟所在开一间三开馆，向伊救世，但为着药材之事，调中有人上吊处理，想袂到要来杀人灭口。好有主意，这个百姓希望父王好好调查，唔好连累无辜。留你暂时爬去，下风声。方才听我奉你提罪，出啥个代志？确确实实你受委屈，刁姑娘，一中也唔知怎样，这是多大事情？寡人慢慢细查清楚。向你一个公道，父王心明大义。皇兄，此战事情，必须我身为上爷的地位，一定会好好替你洗刷一番啦。国中啊，有劳你哦。是啦，皇帝。在，这个中间摆明条，也得用放下配进你来。三天后。咱准备到韩国去来，上课一谈，希望讲红利，我现在愿意落麦，心内坎坷，所有一切，希望红利为父王做主啊！父王，你放心，两条苏贤来到咱韩国，我必定会苦苦招待。太好，太好。有方面在我的政府边，我都不好过之忧。这段的代志一定要明人承担。奉先，交代在我的身上，我必定会大公无私。然后又出来找我。今日问天你们损毁之事，我希望你当上书修行，心中的苦恼，让我年纪翻天。我还想要陪伴在父王母亲的身边，我无想要这段酸苦呀！天叔啊，现在你已经中大成年啦，为今是你世事的好地位，就爱酸苦点在你的身躯边，以后才会接皇兄的驾马鞭啦！是啊，虽然讲入宫以来，你非是我亲生，可是。我的君王说你无唔对，你应该快快选一位的王妃，伴在身躯边呀。杨哥哥，红姨，这等代志，父王必定决定。三天后，拜明公主来到韩国，同日出行。快点，请回去哟。一个是我的保障，我会好好啊处理。放心，袂当伊一分一毫。现在虽然顺利，贵为世俗的身份，你敢知影？若是伫朝歌事上，官场的险恶，明星暗道。做事都唔通想过得，正一类啊，客一类啊，这两平安无恙啊。施主，刚刚危险呢。我跟你讲，你先回转三开馆，我若有机会，我就转给你看。爹爹很惊哦。是啊。这段时间暂时的尔，暂时。你都保护伊倒转去啊？伊家己好行，我
我想回来去。你是嘛敢冒着危险嘛哩？我知影。你骨子头边啊，还有一个耳钉啊。红娘，好你个阿姨，你啥个秘密事情啊？我就是去相救。你等下，红的。滚！初三的苏晴，唔通管小姐，秘密的，自己你要负上心啦。人家讲生来无邪不怕鬼，可是讲我丈夫那么观察做事，伊就唔惊我来对金救地。既然这件大事，父王命我调查，我就会当好好追究。对啦，为着明朝所及之所，我要落到中间所在来去看一寡素食的礼物。是这个。你把酒先拿下，潘涛。你真厉害，都来听雕哥来呀，无人敢拿伊的呢。潘涛先生，请你较端庄的。奇怪呢，人潘涛一向是真稳重，你哪如此轻浮呢？我想要做潘涛啊。哪里你会当倒腾伊啊？你会当西瓜退钱？我嘛真想啊，佮暂时无法度，等下有机会，我一定会西瓜退钱。你的机会来呀！千载难逢，你重要的人原本用间谍加入，数人前来威胁你，你即马平安了对无？是啊，再见，行，哪会去？好，来看物件，记得试试啦，吼，去等。哎，你好，想什么大事先？我想要去问一挂大事。有什么代志要问我？这个少爷踮来飘过来，伊是啥物款的身份地位？为什么好亲像连皇上都真尊重伊啊？对不对？飘过来，忽然不知哪个不晓少爷身份地位，对不对？飘过来，圣上，若是有啥物国家大事，若是让伊参详，对不对？飘过主上。当然一定的身份地位，只不过本皇帝初三的事情无这么简单呐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发现一寡秘密，不过你是我的朋友，我才讲给你听。其实伊拄只在讲三开国之事，少爷其实就是幕后的使者。这所有的利润，包括这药引，所有的好处都为少爷的身上去了。方才世俗在讲的人，都是伊国中，只不过伊无明讲而已。好了，卖讲这个严肃的问题，咱来街市的所在，来去买一寡物件。你又要去街市买物件？是啊，我真久无出宫啊。好啦，既然如此，那的是我陪你一同前往，顺便带你回来阮三开馆，行。